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可丽乎，又到了趣味的 DIY 时间啦。今天来讲一个我装辅助刹车把的故事，就是在弯把车的上面这边啊，加装一个按刹车的把手。你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可以按刹车啦。那我今天来示范一下如何装这个零件，其实蛮简单的。你看完之后呢，理论上就会装啦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要支持地方车店，要尽量拿去给技师装，但是作为一个热情车友，我们是了解它安装的原理的。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使用起来的感想，给想装这个零件的朋友来参考参考。话说辅助刹车把的这个概念呢，是蛮久以前就有了，在之前框刹的时代，就是在刹变把与夹气的线中间哦，再加一个拉刹车的把手，做法就是把铁线穿过辅助刹车的把手，概念很简单啊。但是在线拉的时代哦，这样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刹车线每多一个转折，刹车的手感就会变得比较差。那一转眼，现在已经到碟刹的时代了。Shimano 也为了油压碟刹的车哦，出了这款辅助刹车把。我有几个业界的朋友，还有资深的 bike packing 朋友，都跟我说这个刹车的表现是超级棒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试试这个新装备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设计的是非常的天才。构造上面来说，它可以装在 Shimano 所有的碟刹公路车上面，像是 Dura-S、Tegra 105、Tiagra。除了是空力造型与全隐藏线的把手，只要是 Shimano 的油压碟刹公路车，不管几速的它都可以装。你看这个刹车把手下面有两个洞，现在里面是干干的，完全没有油的。安装的原理啊，就是把原本刹车的管子切开哦，然后顺着方向把这个管子接到这两个洞洞就完成了。安装的概念就是这样而已。那这个盒子里面有两个辅助刹车把手，左右两边都有，理论上绝对是两个都装上去比较好，因为刹车是前后轮哦，都同时刹才是最安全。而我是想要等一下比较一下有装与没有装，手感有没有不同，所以现在我们先来装一边试试看。切开管子的位置就差不多是在这里，就是差不多在这个 GRX logo 中间的位置。那这是切这种管子专用的刀子，你要用一般的美工刀也是可以。上次有表演过如何用美工刀切，我把连结有放在片尾。那这些就是锁住管子需要的小零件，这些零件都是买刹车把时啊有附在盒子里的。顺序就是完全要像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啊，把最前面那个尖尖的给顶到管子里面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油压碟刹工具哦，原理就是上面先夹住管子，然后下面的针可以往上推。其实你要用铁锤直接打也可以，上次我有表演过土炮安装法。然后我们小心的把这个螺丝啊给锁进刹把里面就可以了。组装油压碟刹的关键呢，就是要保持干净，慢慢做。因为这个管子里面都是有油的，但是很趣味的是啊，你只要够轻手轻脚，是几乎完全不会有油滴下来的。那管子接好之后就是这样，感觉很疗愈。但是现在这个辅助刹车啊是完全没有用的。因为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油，现在缺的油量哦，应该是缺的不少，因为连刹变把的部分也是完全没有刹车效果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帮这个碟刹系统补一些些的油，需要把刹变把上面这个盖子给打开，放一个油的漏斗哦，在这个地方。下面的碟刹卡钳也是要先把来令片给它拿下来。拿下来的原因呢，是预防在灌油的过程中哦会被油沾到，里面这个刹车皮啊沾到油的话，之后就会有噪音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针筒给接到卡钳上面，
再来解开这个卡钳上的螺丝，然后再慢慢的把油给打进卡钳里面，您就会看到漏斗里面有油慢慢升起来。现在来压一压刹车把手，你应该会看到有泡泡跑出来。我们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尽量做到让系统里面没有空气。然后刹变把的部分也压一压。这个部分哦 ，Shimano 官方啊有详细的图解，连压的顺序哈、啊，一二三四都有画出来。我把图解放在连结，很认真的人可以研究。而我呢，就是随性的乱压一通。然后很快啊，漏斗里面就没有气泡了，而我也已经感觉到、哦、上下的刹车把手都已经有力量的回馈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可以反复的把管子摇一摇、弹一弹，确认里面没有气泡再跑出来之后，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把漏斗给拆下来，盖子也给它慢慢的锁回去，也把针筒给拿下来，把这个卡钳锁好。然后就是要很小心的把刚刚摸到的地方都给很仔细的擦擦干净。这个装油压碟刹的关键哦，就是要尽量保持干净，尽量减低碟刹部分沾到油的机会，然后把碟刹卡钳啊给恢复成原状，还有把轮子给装回去，我们就大功告成啦。这个安装辅助刹车把手的任务甚至没有伤害到把带，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刚刚稍微解开的这一条把带。完成之后，外观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会说 Shimano 把这个零件啊设计的真是蛮漂亮的，它在外观上的完整度很好，几乎有那种它原本就是该在这里的感觉。弯把车的美感呢还是在的，而在这种 Gravel 车上啊，又多了一种 Tactical 的越野风情。实际使用起来啊，感觉是非常的棒。我故意只先装一边的原因呢、哦，就是想要比较装了这个之后手感跟原本有没有一样。那我可以很确定的跟你报告啊，这个手感跟之前是完全一样的。我感觉不出啊，左边与右边的刹变把有任何的不同。这个装备啊是设计的很好，完全没有降低原本刹变把的手感。安装的前后呢，原本刹变把的感觉是一样的，而辅助刹把的部分啊，感觉也是不错，它完全有达到这个产品该有的功能、哦、就是很安全的让你把车停下来。我觉得力度设计的还不错，这个辅助刹车给的力量啊，是稍微比下面的刹变把还要小一些。你注意到刹变把我们是用两个或三个手指来压哦，但是辅助把手是设计只用一根手指来压。我觉得这个设计是蛮不错的、哦、因为理论上握上面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分心的时候，他故意把上把位的力臂啊做得比较弱，所以不会突然一紧张哦就把碟刹给锁住。他给的层次感啊，让用的人还用得蛮安心的。总之这个辅助刹车把手在设计上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它在功能上面啊可以说是很完善。你如果是买 Shimano 的碟刹公路车，或者是 Shimano GRX 的 Gravel 车啊，想要在把手上面多加一组刹车把手，那这一款辅助刹车把手应该是蛮不错的选择。好啦，这就是我装辅助刹车把手的故事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麻烦按赞来支持一下这个频道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这次来加个订阅吧，拜拜。